嗨，我嘞打认可，有雅坦就选，没有，其实我不太想选，没有就不玩，就这样。靠哟，我在改标题就按错了。得得得得得得，我是觉得这只就普普通通啦。什么？这个有呀？难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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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！你的心情就歹看。来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歌可以听？最近都没什么有什么好听的？有办法让 T1 弹吗？没有，雷克萨还可以，他绝对不会是 T1 弹，他没有这种，他光是跟人家一打一对线。那个，他的生命回复能力就没有办法承受了。多看5分钟，哎呀，抱歉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早上起来玩，因为我想赶快玩。不过我不一定会玩了，我不一定会玩亚坦，因为这样我会掉很多的分数。我希望他抢走我的亚坦就是。可是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测试这角色的潜力，所以你懂的。他要跟我抢哦，来啊，来抢啊！我的双剑。No no no no，可以，他根本没这只角色啊，骗你，他们骗你。Fucking Chinese！我的妈！喂，一塔 ，this 指引我。Fucking 我 Island 听到 Chinese！你的声音。哇，直接嘴炮了！哇，这四个人。他们好像很讨厌亚坦尼斯，这才出一天而已，你们就怕成这样？这又不是以前的缝合怪，兄弟啊，这才出一天呐、啊！好啦，他们要挂网位没关系啊，这个分数又不重要。来，请挂。对面抢到，对面想要赢就抢桑雅啦，你给他抢。夏拉塔，啊，夏塔拉诺瑞，粉太多粉，没关系啊，就测试嘛。毕竟我玩新角是为了测东西，不是要虐菜。没有啊，他才没有亚特尼斯，他才没亚特尼斯哎，骗人的，他劝退。他是觉得亚坦太废了，也该是时候了。为冰封王座而战。太凶了。好，我们的阵容算不错了。对面三坦加单输出，然后我们双前排 ETC 蛮吃重的啊。哦，出这个好，出这个好。如果英霸的 R1 不会掉肩就可以开戳了，掉了就会还好啊。呵呵，我只要
因为阶级对我而言不是重点，我只要能在台上播得出东西，我觉得就够了。能讲出为什么亚特尼斯胜率这么低，原因很多。当然，首先是大家都还对这角色不太熟，那第二个他的缺点是坦克里面算多的了。零逃跑能力，没有啦，这个比较弱，偏弱。然后轻兵能力算略中等轻兵能力，没有牵制能力，没有 CC，然后没有位移，就是这样，很多的缺点。但优点很多啊，就是它的特性，它伤害其实天赋有搭起来哦，就够蛮给力的啊。把这张还是要点那个该死的。天格挡。众神眷顾我，让你来到这里。我很乐意跟你这样的战士并肩作战。曙光将至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建议买吗？我觉得再观望一下，不要太早买，因为这只不能一直拿来玩。很帅，没错啊，但是它不是。像那个里奥瑞克那种是可以一直玩的，如果有爱，你就不会想问要不要买了，你一定会买。重点是很帅。哇！哎呀 ！Is this English channel? No. It's for Taiwan. No English。他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他的生命回复能力很弱，才1.94。一个战士而言，他是不及格，非常不及格。相对的，也限制了，你看那我的血就没有办法回了，缺乏回血手段。最好我跟辅助走吧，顶多靠吃球，没了。他不缺魔啊。他基本上不缺，可是太坦的话就会缺，就死不回家。被发现了，没有这样让他漏经验，我觉得算蛮赚的。那个死小虫，他这有去喝水啊？哦，他要回来吸喽。圣坛就要启动了。好，这时候把线推出去，因为还有7秒钟的时间，快赶快！他亮灯就是为了要我把兵刷过去，因为现在不用急，因为目前的圣坛是40个，这样他们虽然少一只，他必须吸经验。我这时候可以选择一个，就是清兵。我觉得让我们先上4等会比较赚哦。那像现在这样子，有没有4等了？再打就好了。然后皇冠先爆了。好，阿贝换到一个很废的位置，我们的队友也还好。好，特性启动。我先喝口水，因为我需要撑很久的时间。看着时光讲得好好笑，不会闷。可我刚刚没有讲到很好笑的东西啊！你是我的声音吗？那是我的声音啊！气浪，完了，这个该死的缝合怪。好吧，我们先吃这个该死的野怪。这叫什么啊？骷髅守卫是不是？其实我不重要，只要赢就好了。啊，血！我哇西奇啊，这个7个好像有点难收，没有办法收掉，看火吧。好，他四个，牛头上，牛头上 ，No fear to die，No fear to die。好，差一个，随便打一个就好了。火焰烧 ，Yes， 爽啊！我来了，各位。哎，画面看，没关系。现在就靠许瓦纳斯跟推，
看能不能掌握到先机。八级对吧？哦，拜拜，先咬我成智。好吧，这个看起来双塔可以拿掉。他只要过来哦，我马上丢他那个换位，就像这样，拜拜，哈哈，哈哈，就跟你说，手抢暴虐魔就可以跟杨汉斯搭配了，只是要这个英雄。我就知呀，我的辛苦，你知呀不？哎呀，暴虐魔！有一员，抱歉吼，抱歉吼，跟暴虐魔是很搭的，但是有个屁用啊！有个屁用啊！这不好杀。有没有直敌的声音？没有，可能看你可能转到楚爹台了，要换一下。哦，阿怪，不是我说缝合怪，这个走到奇怪的位置。做得漂亮，做得漂亮，现在可以吸经验了，目前一等的领先了，还不错。现在就不要恋战了，把经验拉到十等，然后这一场会点那个木芒。会强很多，我现在是觉得木芒比雷射强蛮多的，然后对我的挂，考虑啦，考虑换，可以换，雷射针对泰克斯的话也不错。有谁想拿下这座佣兵营地？哎，我吸血能力很弱，所以他等于是没有逃跑能力，没有回血能力，没有吃兵能力，然后没有牵制能力，没有位移的一直坦克，当然。前面的时候效益不能说很好，那唯一的特色就是可以换位，而换位不好中了，算难中的了，一个角色而言。各位战士，你们打得很好。各位战士，你们玩得还不错，差我一点。马上启动圣牌。好，这波一定要抢到。大招可以考虑先不点。等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，像这一波他不会跟我们打。不过我觉得点木芒会好一点，因为我们的会战都是贴身打的。然后看一下这边点什么奥丁啊，点木芒就对了。Yes 啊，喝酒了。这波他们是完全放弃了，也要去帮一下希望纳斯啊！你帮了我，对面的应对方式很棒哦，就是在我们拿到暴虐魔之后，因为这我们是稳拿的。然后他们就赶快去换塔，尽量不要让自己太状态变太亏。因为他们刚跟我们抢是自寻死路，然后现在我们打会，他们现在就更好了，因为希望他是被限制在下路。哦，这大绝没什么用，这有点危险哦，先推掉，先开大救人。因为我大学其实不用花钱的，是50秒是很快的。其实我的位置很差，我要死了。好啦，很快，换位置绕跑。有点亏，有没有少一只？哦，就那个烧杀不死，啊，没有魔了。乔纳斯沉默剑，哇，放漂亮。好，这个 W 暗影匕首能不能收掉？再补上一个一，然后再对方剑被拉走。哇，这边对面隐形了。哦，再补上一个连爆，当然是应该收掉。再收一只，再收一只。隐形又怎样？
但是希望大师比较晚到，不过还可以收。PDR 的时候玩老城，对啊，所以对面输出不太明显，有他们有真娜，可是因为塔萨达的缘故，所以会看到你以为我很坦，其实没有，这个也被感觉太就因为发生过那件事情，呵呵，就是打不死，就觉得很好笑了。这样我本来想点仆人欸，我想点护盾。因为我的职责就是我是偏主坦啊，我要撑够久才行。就这样，我一点护盾值 up，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。英雄，把暴虐魔放出来，他会把敌人大卸八块。首先把中路这个收掉吧，然后呢？好吧，换位，换到一个很奇怪的位置。好，这时候就有个大招，先致盲啊！就希望老师被干掉了，有点可惜。现在就不太能打了，因为我少一个人。然后这次走位就怪怪的，看对面想不想打。现在对方是没有辅助的状态，我们得冲了。管了，好，这边冲了哦，我就把我对方位置换得很奇怪。对面刚刚掌握到先机，我们先死一个人，但是后面的会战他们处理不好，导致现在他们变劣势了，多死一个。那其实刚刚里面切割。身为一个后排，那个泰克斯并不说是很好的单排啊，就是以一个单输出而言，他不是很好的选择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拿到了，就喝口水之后继续，没有办法喝水。好，要跳喽 ！Hello， 他的顺用过了，所以他死定。我们这场牵制能力很够，是因为牛头人给了两个招 C 技能，再加上他会点实战天赋，有一招会缓速，所以会看到为什么我们都追得到的，其实都来自于牛头大佬。那只要靠过来，你就死定了。Q 键再怎么用，就刷来刷去的、啊。好，要点扑人。这时候就跟推。我本来想点护盾值上升的，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好。然后这时候就利用我的坦度，然后往前压制，我就跟老陈很像，但是我是会杀人的老陈，我是会扑人的老陈。老陈也会扑人呢、啊，好吧。有谁想拿下这座佣兵营地？哇，我的亚坦，你是首胜要来了！哎呀，首胜啊！不是啊，我说联赛首胜，联赛我还没赢过，因为我只打一场而已。飞来飞去，他的飞是第一段往前是一倍伤害，那回来就是三倍，你可以这样想，个差距很多的。啊，火法有连人爆弹，所以陪他吃，可是不要坦威的伤害，等他来再吃就好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吃野吗？因为你 Q 走的时候怪就回血了，费劲的。可以。阻挡不了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一个一等的等差，继续压制吧。上路边现在要小心哦，因为他们中一只，代表会有四只已经没有在视野上。如果你太草率上面清兵，那就很危险。啊，现在他们常在中路想开。其实我们有两招反开技能，一招的悲鸣剑，一招就变成我的致盲了。好，现在他们是两热插刀。
上路堡垒拿掉吧。着了火的凤凰，哇，这么傻逼，直接给大绝，那想打哎、欸，又没有告错。哇，牛头人太冲动了。我的特性已经刷到了 ，nice， 也没死、欸，送啦！队友好猛哦、喔、！Don't say I learn Chinese, you do fucking Korea 。没有啦，我刚才选角的时候，因为我瞄说亚汉尼斯，队友有点不爽。我们用实力来证明这个绝对不是雷，看，好吧，死两次，我死也是为了团队啊。有点半刺客，我比较偏向坦克的点法、欸。那特性有时候很极限，但有时候你会因为你开不到特性而懊恼，很常这样。好，这个应该是绝对是我们的啦。好，希望那是跟推吧，我们的梦想都在希望那的身上。现在中路爆了，直接推吧。米法诺吉嘎啦，米塞德亚路，没有，没有。刚那个韩国人说 Iron Chinese， fucking Iron Chinese， 超好笑的，一个新的名字。完了，他被吸引到一个蛮靠背的地方。有点痛哦，好，走走，丢个字盲。那上脑再弹，他也没有办法弹住太多的伤害。哦，这个超猛，储备明剑超强。Nice， 猛的、啊。今日首胜，哎、欸，未来主流都双坦居多吗？不一定哎、欸，也会出双辅阵，因为你单输出风险太大了，除非是有太难打。这版可以双辅啊，对啊，单坦，可是单坦会变得有点吃力，颇吃力的。哇，首胜啊，跟你说。虽然他没有那么猛，但是勉勉强强，骂骂。好，再继续撤个一两场。其实我刚刚我是不想玩的，因为我看到这两个任务我就不爽了。这两个任务看了就悲送，也是因为他们把坦。角色都配置在坦上面了，桑雅不算坦啊，但是他们的单补就废了很多，他们单补是太难打，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。那比起我们的武僧来说，武僧只要放 W， 他的补量其实，他只要一强化 W 之后，补量可以和玛法利人抗衡，就是总补量，所以不要小看。叮叮叮！哎、欸，我们都英文。神殿哦，神殿就可以出了，可是我们不要太早亮底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对面我们队友可能会北送。好了，好那个我希望对面拿亚特尼斯，我很推。我很推，对，拿，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解任务啊。我的双剑，哎呀，又是这一只，哇！我想去对面，我想去对面。
Nobilis 好像是，哎、欸，好像忘了是谁了。好，我大概先玩刺客吧。刺客哦，打这两个角的话，选雷诺吗？雷诺有致盲，有点危险。选哪时候不好哎、欸？我准备好了，就等你。哇，那大概剩不住了，有点惨。fuck， 兄弟啊，让我解个任务啊！要抢这只就算了、啊，你抢这个干嘛？我不要补助，不要。我准备好了。我要解任务的、啊，我解任务的、啊，我解任务了。圣光包容。好，看来我的选择变得有点少。我准备好了。那、我觉得抢麻法里恩会好一点。我需要补量，雷加又不适合。好吧，就选这个了，因为没有东西了。克拉星的话，如果有单哥，我会想克拉星，因为他们是双坦，双坦就不适合了。好吧，先这样好了。一路文。请赐我们力量。说什么就选什么。啊，都给你选呐、啊！啊，你金币花不完，你有没有查？是强迫症啊！我就是不爽有任务啊！右下角滚！我倾听一路文的声音。啊，这边的组合不错哎、欸，什么都有了。反正这样要靠 Nobilis 的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阿巴瑟。喂、欸，没有混进啊？那我的 MMR 有掉了吗？看 Tony Guard 在那边乌鸦嘴，你还看不清我的实力吗？选择天赋。如果我是你，桑雅不算坦，对啊，桑雅不算坦，基本上不算，他算近次吧。准备上场了吗？让我们展现大自然的愤怒。让我们展现大自然的愤。断野格断，愤怒 ，OK， 愤怒。认可越打越高怎么办？代表你进步了。当你可以从 R1 打到 R50 的时候，那你就发现一个新世界。聘现在73还蛮正常的。我之后打斗阵应该会有点爆品吧，我不知道，有可能 ，maybe 不要打，打了没好处啊。大自然的养分 ，OK， 养分，请不要误会好吗？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台。必须要讲健康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！我们中路都消失了。下一中，亚尼斯的 gank 能力偏弱啦。如果你像是，哎、欸，如果像是那种牛头啊，我觉得给的压力都比较多一点。好，我们给香炉压力。那我们就站一路就好了，不要贪。想要吃冰，先尝尝老衲的棒棒。你说趁 OP 角色 OP 的、喔，那这样你可能就，我不喜欢打那种认可，就是大家都在抢视角，
无聊。你看现在要抢桑雅，那桑雅不抢，那你还要剩什么？就没什么都不剩，就变得无聊。因为现在联赛是为了让练脚，为了让你练脚而存在的，不是说你要爬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爬了，因为 rank 1就没东西了。就像那个十级之灵的四公前辈，当他拿到了勋章之后，他就退步了，他什么不知道下一个目标，所以要给他一个目标，拿下世界第一。哇，太大了！那世界第二，哇，我没有补到雷诺哎，好，有点危险了。现在拖他们时间吧，啊，拖他们时间，先是靠阿巴特时间。我刚没，他应该怪我，因为我没有补到他，我刚有点失误啦。因为真娜都在一个比较好补的位置，然后我就看到，还没满，然后补一下。Sorry, my friend， 不是我不想补你，是我没有办法补到你。好近，你们去争夺别的玩意儿吧。呵呵，有点痛，是非常痛。我觉得是不用回了，看他要不要学。治疗的正是时候。好，他回来。好，这时候上路，好，我们要赶紧吃，我们要吃啊！真娜来，真娜来，来来来，真娜，好想去对面的。有他们要吃了。那我今天就五波吧，不过我不认为下一波我们抢的赢对面。太好了，保持下去。嗯，冲三。谢了，我去。哎，他很烦哎、欸，最烦的那个。好，我们用超级补量来救队友。没有进化、啊，进化应该是不是很缺的东西。那当队友被针对的时候，就很需要了。小心点啊，真的小心点。来，把你奶回来。感谢圣光。感谢圣光，我是德鲁伊亚，讲错了。好，他们会从下面来哦。这时候可以想要先上马，然后桑雅刚在上路，对不对？他们等一下会全部下来，丹尼姐在下路，然后三只上路，那最好是先抢弹药了，能抢多少就多少。等于是我们可能拿上路外塔跟对面交换。而我们外塔只剩一座了，所以并不算很亏。如果是完整的塔，那就很亏了。好，他要防守，那我帮他打掉之后睡觉。好，我去上路防守了。阿丁，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？哦，麦紧张。Top and mid， 好嘿，我们去中路。东西，小心点，发射，射小心，哦，好了，刚刚上马了，有点太忙了，不过至少双方都先上十等。好，看一下对面点的大绝，他点木芒哦，压制脉冲，现在都会点那招啦，雷射并不是说很有用。可是致盲对我们这种，因为我们有雷诺，所以他会点那招。好，之后救一下雷诺，小心。好的时候，哦，水元素有它的作用了，太棒了 ，nice。好，这边崩炸了，哇、哦，这爆发压西狼，送啦！救得到，刚
刚没有想到雷诺会被维拉烤爆，哎，有点意外。我们应该拿下这座佣兵营地。好，没有东西打。如果刚全部都复活，是可以开尝试去开网，可是我觉得对面会很快就来，所以有点危险。那个扣是有点错的。我有这个想法，但是雷诺死的时候我就打消了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我原来活在地狱中。好，我们先去压下路吧，有点小心。然后现在四只露头，五只都露头了。他们可能想推这边，我们可能站下面会比较好。UV 那招伤害不高吗？哪一招？你说一吗？是不高，没错。好，外塔会被抵住掉。好，这时候珍娜去站上路，那我们就不用太急了，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跟对面弄拖时间。不是要为了要干嘛？有没有要让雷诺涨到16的？需要点时间。我精神好多了，好，这时候很多选择，冰箱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会被针对，我不能先死，绝对。好，这时候转上就好了。上路都爆了，上路爆了就带兵推进去吧。只是我们差没有大招了，那时候就是为了吸经验而来的。快协助友军！好，帮忙补一下。补得好。好，要快刀，快刀，快刀！这边开得很快哦。有正在吃，桑亚看到 W 了，哇，吃完了，好快。其实还好啦。可以接受，我有点小心，我小心。他们位置危险。去，哇，死人了。上方挂了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我至少不会死。还有这外塔是完善的，所以不会被推太多东西。你都也是外塔吧？哇，阿巴斯要吸气！哎，阿巴斯怎么在那边？啊，丢压制脉冲了！我大招还没开过啦，时机就不对。阿巴斯怎么会吸气？没关系，等16就好，16我们就成长了。好，先回家好了。魔量不够就闪人。阿巴斯复活，他可以吸经验。现在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上16。然后干一波，上16效益绝对是我们比对面赚的，只缺我们没有火法而已。刚的转上路是有点莽的，因为上路有兵，你根本不需要去。而且我们露头也让对面更确信他们吃 BOSS 绝对不会掉。等16等16，现在雷诺哇！我应该点致盲的，因为雷诺会被致盲，然后四秒变废物。如果帮他解控场的话是比较有用的。然后这时候刷一波中路兵应该就16了，没有没有，去直接去上，直接去上。好，这是正式16等会战啊，然后小心他们牵引术，要注意一下。好，上路刷完一波就可以。等级又来了，这是正式的16等会战。要注意压制脉冲，对对，这时候赶快闪掉。好，现在没屁用了，因为我伤亡血量掉成这样。哇，回来一掉，不过我没有水元素，让他们爆了。nice，
多了。现在只要把他们逼下马，只要杀乌瑟就好了。好，有血还有 T， 有 E Q W 随便。好，现在今天只有反超了。真了不起！就对面的亚林斯，形同就是蜡炸，龙婆跨丢五虾米作为就爆炸了。弯狗、欸，哎呀，阿巴瑟又死去啦！还敢抢我阿巴瑟，不自量力，害我不能解任务。生命种子很好用啊，可是我很容易被针对，所以我会点这招保障。为什么我会点这招？因为我们是单坦阵，单坦阵没有办法保后排。你看刚刚那样子，三王冲进去一去无回，那谁来保我？没有人，我要保后排。所以点那个专心致志会效益会比较好啊，不13等啊，不点生命种子就是为了防止自己被带走，他也不想针对你啊，你有冰箱他不会想打你。玩起来好顺手，不会被针对，因为雷诺才会被针对，我精神好多了，我是还好。那就跟着兵线走。BOSS 还有35秒，那我们就开这个。对面加的应该快出了，差不多时间。我好坦，拿着挂了。我好坦，我好坦，我好硬，打死了。好，桑雅不在，那他直接叠吃了。各位，我们应该拿下这座丘。趁桑雅不在，赶快吃掉。对方绝对不会来，来了就开战，对方少一只。好，就开。真的吗？别，有四只在线上。二手他们在吃那个，他们会来。对。我有点危险，放哇！是我雷，我雷了。我没有注意到桑雅的位置，我有点太 focus 在这一块了。哇！结果害到队友，这是我的错。我刚刚不该走这里，就因为一个失误，有点伤。可是这个要塞应该拆得掉，有点雷。Don't move by ourselves, please. 嗯，刚刚那是我的错啦。不过我们可以先消20，这一波应该守得住，你都要再掉而已。你不是说太亏？好，来点闪现吗？刚是因为我的位置太废了，就是护盾的话还是好一点。哦，三王，还好啦，不会一波的就好了。命不该绝，看来我命不该绝。哎，下路要塞应该爆了。有三只去找他。我们应该进攻这里。对啊，我觉得打到一定的程度就好了。啊，掉两座要塞，这边没了，轰不掉。好，三座要塞也爆了，可以往下了。第一个就是两个啦，就是下路也可以。好，我们来吃，先把兵压回去。像我刚刚那个走位。就我刚刚是还以为桑雅还在上路，就是我的资讯有错，然后我球被亚尼斯包，好，那时候桑雅不见的时候，他已经上马在追我了，来吧，好，这边会来啊，因为对方有鸟可以探视野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利，很不利的。我们应该拿下这座佣兵营地。
很好，先把队友的血量拉起来。那个致盲有时间限制啊，不过还可以接受。哦，还有一个拉打哎，不错不错。呵呵，好像超猛。有丢丢丢哎！哎，丢丢丢丢丢丢丢！应该没事做了，歇吧。那会再赢了，不过还可以。好，有雷诺想去吃。我用我的血去弹好了，因为我等下回家。好，打人。Cam again, Cam N。我们有四只，可是三王有时候都一去不回头，所以我觉得蛮讨厌，不好不好保。不然他的跳其实刚刚已经用过了。维拉刚刚我觉得他已经死定了，然后就他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逃走，很讨厌。那不知道能弹多少弹多少啊？先战视野。视野在我们这边的话，想守是很简单的。好，那个穆拉丁走，然后我去帮队友，帮队友把血量恢复。这样起码两座要塞可能会爆，然后上路是放掉。这个有点亏，中路不知道能不能炸掉。把兵线带回去吧。哎呦，切！朋友，治疗的正是时候。要弄桑雅，桑雅没有位移。去死，桑雅！哈哈，打完了，被致盲了。哇，雷诺，雷诺，在那边。先救雷诺，应该不需要我救。亚尼斯真的没有说很惨，你看像现在这样子就没什么威胁力。这时候一波啦，然后不用追，不用追，直接一波了。Michael 阿内怕我妈妈 ，Why you doing guys? Just push and push。好吧，虽然我刚刚有一波很雷，那一波可能会害我们输，但还是赢了，打不死啊！阿巴斯 A 他，对 A 他，阿巴斯走位，阿巴斯好猛啊！雷诺20人太 OP 了，对啊，这个啦，万象之怒啊！干，我要解任务啊！给我解任务啊！哦，阿巴斯没有点共生，他都是点大便加重重流。哦，他点共生啊，可能看错了。他的前面的强化那大便吧，看一下，我忘记图示。共生是波，对，那应该是点这招。不够好，可以强化。他前面强化大便哎，然后13、16这样子。坦你没有说多硬，我觉得亚坦超软的，他一定没有点保命天赋。可以玩阿斯莫丹吗？阿斯莫丹我不会在联赛里面出啦，因为他强是因为 Q 可以叠伤害，可是你在单排的时候不会有人帮你叠，你要自己靠自己。那样子的话就不能玩，把这些角色玩得很好，所以说我都不喜欢玩。没有，因为他不适合单排，而他适合打比赛，他适合朱厚跟巨龙郡，就大部分会出这两张地图，是因为。
偏中型，然后中下跑线比较简单，但我不会出他。可以玩了，来就不崩带奶，别怕，各位，这个我是 For Air 啊，想不到，哇，大家都选了，我知道你们没有，因为你们没有虚空之仪，嫩，还有桑雅，像联赛是为了练脚啊，不是为了爬分啊。就选首选桑雅就是想赢而已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不是 ，OK， 不是 ，Q 进去被晕到死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没有那么强。2000块好用的莉莉哦，莉莉算不错，雷诺啦，雷诺，雷诺可以练，就是后期脚啊。聂宝接电话吗？上过挖了发的牙坦，哎，一定是 carry 的。我们四只牙坦尼斯，对面都吓死了。我准备好了。说了，我牙坦尼斯七等啊，一定没有人比我高等。我说现在，这个聊天室，这个，我准备好了。这四个里面，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。哇，对面的阵容好恶心哦，我有点目盲。阿斯汀，别再瞄啦，一定要有预购就有了，预购一般版就有了，不一定要，不一定要典藏，典藏太贵了，典藏只多了一个现在还没有给我的虚空追随者而已，快给我，呵呵，快给我。换个，哎、欸，好久没有骑，骑这个好了，绿色的，呵呵，好油，没有跟它好搭的颜色、欸，哎，就是黑色吧。要打架喽！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，哇，对面阵容好恶、喔，对这就还好。三王克制雷诺，然后来冲牌用的。亮翼哦，亮翼是没有说很适合啦，但就勉强。维拉 W 适合新手，好走位，范围广，算可以啦。就你知道一直 W 就好了。可我觉得 Q 流还是有它的强的地方，就是单打能力够猛。你在瞄啦，好吵、喔，在公瞄啦。这个图是外面的来图。我觉得就是你不会玩角色就是要练的、啊，慢慢练就好了。鸟人还蛮不常见的，因为他就是老二啊，没有啊，因为。再怎么轮都轮不到他，珍娜火法雷诺，你跳开了。嗯，哪里过嘞？好，这只好，我们晚点聊。哪里过嘞？跳开真的很缺德，可是扣的分数很多啊，所以跳开伤。说好的造型呢？还好。我们要同心协力。卡拉，你们明白的 shit。哎，你看，可以看。玩他的那个马尾。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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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使能诛坛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他偏向他比较适合是中牌，然后我喜欢在矿坑的时候选他。第一个他可以保牌，第二个他会帮队友加跑速，
加跑在矿镇的时候，对团队那个效益是很大的，太好用了。天使可以了，可是天使在施政前影响力并不是说很高，要看队友的属性的、啊。哦，条码人嘞、欸，然后 monster 好像看过你哦。哦，抢雷抢，信不信抢桑亚？信不信？抢桑亚是不是？只会抢桑亚？一个激将法，有种不要选。好，他就选了。咬人爆发很高，可是大招能力空哎、欸。那个 P 3就叫桑亚。起飞！哦，对，老二哥是你。他是老二王。我倾听伊路恩的声音。我大西诺科埃。好，条马人要抢桑亚。哦，这个阵型出来了，就是要抢得到。桑亚，难道不是桑亚？那他是上一场那只啊。鸟人的 W 不错，很不错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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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医生，我看医生的状况，哎，啊，他椅子坏了，然后他的萤幕又坏了。为冰封王座而战，超衰的。还可以坏什么？我准备好了，因为那桑亚选不到桑亚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最后一选应该乌色吧，对吧、啊？乌色会好一点。可你不要笑，想那个不会放在我身上，因为这我要靠自己。好，条马人说话了，但看不懂。战机 ，What the fuck？ 没有，还没打完。哇，原来为什么你还没打完？圣光包容。韩普都手眼桑雅，对啊，这样很无聊啊。桑雅，你说我他是好蛮强的角色，可是并不是首选，没有说你练了就可以玩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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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再想起来要不要听歌。不要好了，做好准备战斗。没有完成的料理根本不算做料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买恐狼，哎、欸，我没买这只，真的，我没有买这只，为什么他会给我骑？好嘞 ，What the？ 哇，我宕机了 ，What the fuck？Hello， 我干，哦，我干，我没有买这只，哎，他怎么给我骑？那他有贵。战斗开始。What？ 真的、啊，我没有买机械狼。哇，被电到了，当然不会漏今天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就不要对线，我们就吸金就好了。他想弄我啦，别弄我。开外挂个毛啊！
好，我用用吹直敌大法。哎，桑雅，桑雅跑线还是蛮猛的。桑雅在这个区域，他只要桑雅跑就可以给压力了，因为他有 CC， 我没有，所以我们的差别，我们角色的差异在这里。你看，他可以搞爆我，把雷诺都爆了，没有人下路三次打。我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对线，所以我很废的地方。因为他有很多的本钱跟我换血量，我就不要理他就好了，是你做的兵。可是总有一天我的弹药会消耗完，所以这样是零作用的。那反而是一个位移没有位移的坦克，就在线上是酱油啊，因为没有机制。如果刚可以把他换到塔内就赚了，要死定。他就会转小兵。他就回血了，这时候要有一个 CC 器的队友来跟他抗衡，反正就是杀爆他。你看他的那个 W 的伤害，刚才有一只在跑线，应该受掉他。雷强，雷强，什么梦想雷强？我们一个包围网，得了。被欺送啦！各位战士，撤退！我就只好还绕左边。Hello， 你怎么啦？那个太杀人太得意，得意忘形。什么压力？人家拿那种 T1 脚来压我这个新角色，学长，学先輩，哦，是学姐，先輩，那你过来，那你要死了，一代哟，学姐这样子太激烈了，快 Q 他，哇，果然是没有打完预选赛的。好，爆了吗？没有，还好。哦，这个推不错哦。我去，哦哦！啊，我觉得有点怕怕。乌蛇帮奶一口，哎。帮奶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怎么没有人帮他拦他下来的？我上的钱有点危险，二三块。你说看比赛吗？你说看哪个比赛？比利扎康的吗？台湾一定有转播啊，中文转播。那一般都是给 Four Gamers， 不然就是 HK， 所以不用紧张啦，一定有中文台啊，而且免费看，你不用买票。比如说虚拟门票只是为了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活动而存在的，并不是比赛，它不会因为你没有买票你就看不到啊，这个很奇怪。然后背面手位上的失误，我现在状况很差。哇，没有收掉，我这边双补真的蛮恶心。小心！哇哇，反而是我们这边人死掉了，看能捡到多少钱。哇，他血又奶回来了，太扯淡了。好，我们捡到 many many money， 塔库桑阿鲁，塔库桑金钱，我忘记怎么讲。哇哦，
那你帮我晕到他。我去偷缴钱。他们 focus 在上路，就反而是下路让我缴到了。好，就是现在。手雷挖多砍啊！那你很好，这样就够了。啊，就死掉了。你们打的很好，你们打的正是时候。哎，手雷挖多砍啊！哇，超难杀的。哎，他想钓鱼哦。以我这个天台扫钓手的经验来看，一定是一堆人。但我没有回复能力啊，超废了。我没有辅助就蛮难受的。那这边双补，而且比我们会比我们早上死的，我这波要小心。他能把外塔拆掉，那我们可以这个领先一点。有这座拆掉可以先上死，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完了，对面要死了，血血没死了，好点吹风哦，哇，步台苗都没有雷墙，你看起来蛮糟的，去治疗我，滑点那个。别吧！嘿嘿嘿！不要得寸进尺！连杀开始！先打快速吗？不是，这是联赛。看啊，联赛阵容怎么会有搭配？哎，我刚丢了，然后结果我在原地的时候，对方也被换过来了，蛮酷的。哇哦，你怎么走那里啊，火法？是这样玩的吧？哇，两个瞬间被带走哎，哦，他被绑住了，没有人会走这一条啦，太累了。他可以缴自己寸盾，然后十多撑三秒而已。圣盾是没有办法过墙的。哎呀，我捡了49块，还蛮多的。好吧，先这样吧。那个火把刚那个走位太夸张了。你很快就会尝到我的力量。嗯，我刚卡雷墙吗？没有吧。你的堡垒被摧毁了。你不防守的话。好，小心小心，对方会来找我们，全部。哎，他是点吹风，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先不要打，等火把十三，对对对对，火把十三我们还有救。中路这个堡垒可以完全放掉，因为你一打就爆了。就放给他推，不要掉经验就好了。现在就是怕输经验又送头，这是最亏的。然后随时注意他们有没有在开战，我们大局可以来支援。好，完了，都上来了，有点危险。好，我们换位，哎、欸，先闪掉，闪掉。哇，是队友这个状态很危险，现在还没十三，变得很尴尬。哇，我的钱不能掉，刚刚他们是觊觎我的财产。哎呀，等十三，等十三，输一等还可以接受。一座堡垒，消灭他们的金属支柱，夺回我的魔力宝石，绝不留情。他们可能在吃 BOSS 哦，对，直接，因为看到我在下路啊，那个，对，应该吃，可是还没上十三，我们都不用打。好，刚吃完，不用打了，然后他被关起来了。
那时候人先缴一波。哇，你缴了没什么意义耶。哦哦，哈多，因为我们阵容太散了，有那种感觉。起来，然后逃不掉，我们弄得很惨。对，转泪点是在。这边然后火把走位上食物送两个头之后，对方脚第一波上比我们早上13的那一波开始就逆风了。他们的堡垒倒下了。诶，脚这一波太亏了。他们一个 boss 又换掉了我们一波之王魔。有点浪费。刚怎么飞一段距离的？我依那个桑雅，哇！觉得他们的大招外加那个重复，就是他的那个虫的那个大招，蛮克我们的，有点了，有点克到我们。好在是我们雷诺。后排有点没有办法保护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我们在冲后排的状况，后排没有办法守护。牛是蛮可的，还有三王也是。祭坛等着你献上宝石，拿过来，把他们的魔力献给我。没关系，等16，因为最后希望就是雷诺上16了。如果他都没上16就完了。好，现在差一等，就忍这一等就好了。继续向前推进。我们就走着瞧吧。不过我们有火法啦，所以这个清兵速度还蛮快的。好，只要一上16，我们都还有机会，因为我们是后期的。好，等十六，要小心塔萨达来关。对，他就想关我们。啊，要16了，快了，差一点点，不要急，各位不要急，啊，这要小心，这个崩坑被吓死了。现在我们是逆风，我要点护盾值会好一点。哇，要爆了，哈哈哈哈，来给我阿内趴我火法，难道你说不会痛吗？我家后排都爆炸啦！他是没有学过教训的，他被这样弄已经第三次了吧？我被这样搞，我觉得就给对面踩，因为先打起来我们一组。就算我再疼好了，我没有办法再等他两本状况4-5，太困难了。就给他们踩，只要人复活都还有救。雷诺，哎，先守住吧。但这个崩坑你就不能下去绕清，因为他们会这样子过来。
就我们宁愿被压制。这还有一个 BOSS 战可以打，他们很矫情，他们会在这个区域，然后现在装往上。所以等下希望那波去 BOSS 去看。哦，来了，没有，他们还在右下角，所以还不用急。不过我可以用这条坦了。然后他们刚有在想开，等雷诺，等雷诺，等雷诺，就有的机会了。先上17，至少不会那么惨。有了，有了，五神王没关，那没什么屁用。差一秒护盾就好了，没有，是等差的关系，没有办法 hold 住，或者是我其实切错人，不要切那个，那我实在等着点两个护盾。那这样感觉会太坦，这刚没办法，逆风我扛不住。这样两波输出位死的有点大，尤其是火法很夸张，火法在11等的时候，他直接走到那个这个范围里面，太扯了，没有人会走这里，他直接送头。又是一场雅坦输了，哎，撤角色啊！比起不什么都不做，然后玩商雅这样子，爬分没什么意义啊。我至少输的有心得，我的成功就是来自100个失败，最后建立起来了。这是十几只灵教我的，我看一下几点，再打一场好了，最后一场。偷酸偷酸那些选桑雅的没有啦啊，你想爬分就选桑雅，当然因为桑雅其实在很后面才那么热门哦，所以有一些人还在练他，有些人还在练 CHU8 两胜五败，这支的确没有办法 carry 起来啊，像刚刚是打炼狱圣坛蛮好用的，因为像刚那种会战，对方不会急着跟你打，他会等队友来再跟你打。可是像神殿的那种炼狱圣坛那种，你要过来抢，那我人在这边，你可以不来打没关系，我就把骨头拿到手，然后暴虐魔叫出来，让你爽歪歪那种感觉。但这种地图比较适合亚坦尼斯。一起爽啊！不是你的成功，哎呀，呀，队友也有错啊，对，火法没有达到他的职责。哦，感觉又会有那个桑雅出来了，他会选桑雅啦，我给你选的。啊，阿万就不会掉了吗？要看，连败十场还会掉啦，还是会掉。雅典是需要队友足够的控场，我觉得准备好要出发了。要第一个一个反开能力吧。哦，阿巴瑟，你的决定符合逻辑。那这角设计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哦，对面不好打哦。我觉得他的一太废了，一没什么，一什么没有什么意义，在逆风的时候就是换位而已，有没有伤害啊？我看一下，然后有伤害，只是伤害低到靠背。看我地震吗？没有吧。有，刚地震很大，因为你的出现。
在我的心中产生了正央。然后谢谢，然后打大鱼爱心，然后打笑脸笑脸。夏拉玛阿夏拉诺瑞，哎呦！我就是风靡百万人的超级巨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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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地震啊！啊，对，这边的阵容我来惊死嘞！哇，好恶心啊！现在来个雷诺吧，雷诺最好的解。沙漠也可以，反而是我准备好了。耶！好吧，双坦单输出，好阿巴瑟，阿里不达，好啦，最后一场了，东方闪电。啊，这是我们撤最后一场亚坦，虽然是输多赢少，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角色的弱点在于 very very much very much 弱点。反正基本上你在比赛应该不会看到这只角色，大概。有啦，我蛮讶异的是，在 WCA 的比赛里面 ，DK 跟 MV Blake，DK 有出雷克炸，一度顺风了，但是最后还是输了。有顺风，前面后来被 MP Blake 反打，就被打爆，最后只拿了亚军。WCA 比赛，我之前听过那个赛评的主播，很夸张，好像都不会玩。以前是一开始的，后来应该我还没看，有好转了。晚点去研究，我现在研究炉石，哇，下路这个直接推了，放肆。他直接放弃了，哎呀，这个血还是……像我这个角色没有办法赖线，没有办法在线上撑。阿巴瑟看你怎么死了。古老的祭坛复苏了，控制两座祭坛，然后自己是吃 Q。龙骑士。你下午是看他选了两场，你觉得他玩怎么样？我觉得在炼狱圣坛可以拿啦，可是在其他地图不太适合。然后还有对面雪茄的尼斯在神殿的表现，我对面那场玩得很烂，那个没不知道怎么就爆炸了，同时控制我根本没做什么，他就爆了，就能获得巨龙的力量。哇，下路。就感觉我变成酱油了、欸，就是在那种最好是神殿了、啊，炼狱圣坛最好的，因为它是因为地图机制而产生的会战。哎呀，差一点，但丢到了不会影响什么。这个龙种，我会找治疗活泉休息一下。反正我们在哪路都不会打出优势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有卡住了，夸张！他没有办法换到塔里面。我之前很多次都这样子，这明明是最大距离，我就换不进来。是因为城门的关系吗？就换不进来？这样也太笨了吧！他的换位会被城墙、城门那些卡住，那真的没道理啊！那怎么换位？
看呐、啊！啊，天神战士先标出。我在这种很吃跑线的图里面，我选这只基本上想赢有点难。因为这张地图不跑线很难翻盘。靠！刚换到还有几个杀，掉掉奈米掉了，不好丢，太短了。哇！把加州爆了，你居然逃掉嘞、欸！然后这边状态都很差哦。好、哦，他把钱奶起来了。有风水轮流转，换到我们吧。砍你，砍你，砍你！哎、欸，没弄到。有大便哦，送大便海。耶，杀到了。大概。敌人死亡。哇，谢谢阿巴斯，谢大哥。我觉得应该那个你 Q 要跟 W 能结合，不然这只角色有点废。反正就是我 Q 我可以透过 W 我直接扑到人的身上，应该要有点创新，要有点变化型，不是说 Q 出去就回不来。那要怎么做取舍？因为 Q 出去回来的时候会有波伤害嘛，它是三倍伤。那你按 W 之后，他就不会回来，那个伤害就减少了，他就等于是给雅典斯一道位移技能，反而是让他变灵活了，就把自己害死。刚那个真的救不了，你说上路哪？我觉得帮上路会比较好。乌蛇打点，那个怎么救？这样，好，我伤雅。我想往下走，好，我们再往下走吧。没办法了，我们要抢到下路。哇，火法要……哎、欸，阿巴是怎么挂？这要赶快抢啊，不然中路要爆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，没事没事。阿瑟这个死就有点亏。要单挑打一个。哦，下路这个会战没有结果，下路要转往上吧。中会掉、哦，可是对面来我就会被打输啊，因为我单挑打不赢他。就想单挑赢谁都很难，就这个放，我去的是送头。Nice， 好，这无敌交的不错。他哦，那不是上一场的，上一场会点吹风，这场不知道。连杀，治疗者，我要暂时撤退了。他会 W 我、哦，被摧毁，来吧。哎，却没有。我觉得要改就改他的生命回复率吧，太扯了。没有生命，没有那个恢复能力就算了，连那个基础恢复能力都超弱了。根本没有办法赖在线上，很扯。啊，我第一次看到坦克吃也会超级挂的。去找治疗活泉吧，治疗者，谢谢你。啊，现在拯救咬住，反而在这边很危险。
啊，两只露头了。主 Q 就会很缺魔，还好哎，一般般。现在没有说太，他拿两只龙并没有太亏。现在就让火把上13吧，我们唯一的目的，因为我们输出角就是他而已。然后阿巴斯还没有开过终极进化，等等吧。好，让牛不在啊，这开始有这波都开得不错，但是反正是上路需要人帮。哇，上路要惨了，先上13，然后魔法骑兵能力提升很多。不幸中大幸是现在没有出龙啊，出龙那亏。哦，有了，准备了，先上13，get ready to race。哦 ，fuck， 中路要爆了，中路别开。送啦，四盲，要上13喽，各位，加油！哎、欸，他那边找哇哇，他在找阿巴瑟哎、欸！释放龙骑士，消灭你们的敌人。我对面技能伤没有说很多，有了好多。我在刷 Q 没有办法救，我 Q 可以刷8秒。就是两下八秒，但是刚我应该先 W 再 Q 的，就有段时间我也没有护盾，因为我正在刷。因为只要对面没有太多人了，嗯，感觉龙要放给对面。阿巴瑟的天赋快成型了，差一点，他16等。这些龙要放给对面吧，就是先这样。有没有守龙，并不是说很废。强化了。现在5打5。阿巴瑟是不是没开过大绝啊？还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开了？好，行动。哦，完了，他开大了。这个圣盾可以不用给我。哈哈，直接爆炸！解放这股力，直接在我们家里面打还是输？英雄，你们失去了一座堡垒。那个一的速度打得中，有暴虐魔的时候打得中，一定可以的。而且这个啊，这个伤害好高啊，115哎，糟糕了。大绝应该选择错误了，不要选择这招。很明显的，我们输出已经够低了。因为我们的输出其实都火法在支撑吧，然后他那个队友附身在没有，他是复制我，而我觉得我的建筑不适合拿来复制。好，等16之后火法会变得比较猛一点，自保能力上升。各位英雄，祭坛马上就要复活。哇哇哇，这还杀不到，
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他就这样子大喇喇的闪人。刚以为他死定了，还真的逃掉了。好，等下就靠下路会战逆转。我真点扑人了，完了，爆了。那就这波，就这波。好，帮我救他一下。这个吹漂亮啊！哇，吹原是为了这样子。这我救不了，这个 combo 就漂亮了，真的漂亮。sense， 哇，这 combo 漂亮，他吹是跟牛头大集结，甘拜下风，甘之如饴，挂了。哇，太神了。是没有什么招可以断了。然后我的大招应该选雷射的，雷射比较强。这场雷射会好一点，可能搞对面的输出，因为输出很难弄。可以学他的天赋，看一下。点的是轰旋锤，一的 CD 减40%，卷杀手晕眩锤，一样浮空流，四等比较特别，点的是一的减 CD。听到？他大招还没好，不用紧张。我把他换位换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位置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有，这会战有起色了。现在等级又追回来。我靠！这个真的是把我看放在眼里耶！把我想打掉，有追回来喽！对面一个大招都开完了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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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猜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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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就没晕到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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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毁灭一切，左导航，继续向前推进。来拆毁这个堡垒。哇，他的一点击率太猛了。有吹风，有吹风。那个慢，别 ，man， 有吹风，不要想了。你看鸟人要来了，我们要爆了，快跑！你忘记鸟人了吗？我们应该来招募。啊，至少等20，20还有点旧。我需要队友有点输出，所以我一点万象之刃再好一点。龙骑士从石像发出怒吼。双翅蛮好啦，但是对面没有雷诺，有的话会更好用。起风了，现在变得平局了。好，我们点双翅蟒。各位战士，你们打得很好。然后就来针对鸟人，鸟人没有闪现，但是还有啊，他就是那条飞而已。释放他的力量。加入。太厉害。注意鸟人，注意鸟人！鸟人要吹哦，鸟人要开大了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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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爽啦！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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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 ！Nice nice nice， 还可以还可以，可以守。哇，撑不住了。后排被搞爆了，
下一只龙会直接带着我们了，这我真的救不了。好，马上拿，然后还复活，可是我杀不死他们，是我比较纳闷。哎、欸，就坦克没死，哇，我要送了。哦，三王不错哦，带走对面，三王踩住，然后我们这边三打三，三对三篮球。有黑打，你们损失一座要塞，你们的核心遭。这时候要拖住他们，哎呀，我来不及了，那时候要拖他们。有机会拿掉，有龙是我们的了，那就赚了。哎呀，没有拿到。哎、欸，你的血量怎么回事？快跑，快跑！你照，给你照，给你照。好，你那个拿来送头就好了。至少没有掉。我这边多一只了，鸟人来了，他们队友都复活。现在选择。往中路，往中路！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没了，这个挡不住了。这只龙就走吧。哎、欸，对面还打字，好，我被吹走了。哇，差一下！哎呀，杀不死，可恶！还好现在拖他们进攻时机。小心队友，小心队友，等一下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大局还没好，有点亏哦。走位都很靠谱，都弄不太到。哇，精彩的击杀！双杀！不过自从有了万象之刃之后，我黏人的能力超强的，没错。里面是一只狼头宗师，我觉得杀这只比较赚。那我们守住了。你们的核心遭到攻击。物色没有魔，没有血。啊！推掉，推掉，推掉！鸟人快复活了，所以他应该能转。至少这波逆风是 hold 住了，可以打。先把摩根鞋回归慢。我现在一刀是砍多少啊？看一下，一刀砍300。我们应该来招呼。现在22打22了。原来才上面的四期，现在就进攻对方，要么是下面的四期啊，我们走一期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好，对方少一只，快快快！好，外海。现在可以尝试强开一波，给对方扫人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好，这个吹风很漂亮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知道他们没打招了。是谁能掌控龙骑士的力量？注意一下，那时候要靠大便来拉优势。好，我们下路退掉，没东西了。他们想尝试蹲这边。我有点骚扰到对方后排，可是我要挂。你的连杀中断。我不行，不行，我太冲动了，这回算是我的错。
因为对方其实是在靠近堡垒这边打，所以我不该在那边开。当我们会发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该打。但是队友冲了，我就冲动来，一起脑，一起脑冲。啊，这样就吃掉，然后我们就睡觉。好，晚安各位，亚尼斯，拜拜。W 减 CD 那是特性，特性版就会减，那是20等吧，20等是4秒变6秒，冲动了，太冲动了。欸，刚刚阿巴瑟应该先终极进化了，也没有耗到第一波，或就他的共生，或者是他好像没有开到大，然后后排就被猕猴人唱就爆了，而且我们要保护后排，但是我不是保牌型的，然后睡觉啦。你们觉得这只好玩就买，不好玩就不要买。它不是一个很好掌控的。我觉得炼狱圣坛可以出，其他地图就像刚那种地图，因为地图机制不会促使你打会战，就算打会战，你输了什么都没了，就那种感觉不适合出。像诸侯巨龙郡不太好出，然后黑心湾。不出的原因是因为你打野那只角色太笨了，然后对线也对不赢，打野也打不赢。那反而是神炼狱圣坛那种大家会进来打的地图，我觉得它比较有它的价值，因为它你对线打不赢人家，然后跑线你也打不到人，然后你也没有留人技能，你没有位移啊，就只能大会战，就这样，就这种感觉。那你说我打快速虐菜，然后打联赛被打爆，那个看看就好了。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去玩才会发现。我发现我要睡觉了。拜拜拜拜，明天不会开，后天可能会开，明天大概晚上吧，因为明天有要明天是早上拍照，下午有事，晚上吃饭，对，很多事啊。下礼拜十，下礼拜就是下礼拜的今天嘛，下礼拜四就有 VisaCon 的开幕赛了。那炉石是四五六日四天，那打世界九，而且都是凌晨1:45开打，所以基本上身为一个健康的宝宝，你们不会看那个比赛。那暴雪是凌晨4:30，这个时间也是 very 酷酷。但是礼拜六就比较和善了，我看一下时间好了。礼拜六好很多。看到礼拜六是11月7号早上8点到下午2点，哇，这个时间送。可是总决赛是早上1:45打到早上7点。礼拜天呢，谁会想看？就看想看的人不多啦，因为这个时间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要配合，一定要配合那个旧金山的市场。我觉得反正炉石比较恐怖啊，炉石都是凌晨1点多，难怪这么缺人，因为那个时间真的是很恐怖。那各位晚安啦。那个亚尼斯就这样啦，以后，下周运气好了，我说运气好，就可以玩斗阵，只是我觉得抽不到，我们还是不要当幻想分子，啊，睡觉。